卷甲营损失最为惨重，他们应该头一个拿到军需，可如今连件冬衣都没有，怎会有这种事？你是军需都院使，你不知道啊？这竟然都是我的过错。爹，这是当年呢，我和高福玉把李谦和妙容的婚事就已经定下来了，但是郡主来了以后，我总不能把郡主你拒之门外啊，所以郡主你就成了李谦的正妻。这个事实在是对不住妙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把她带过来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清楚，也想请郡主大度一些，把她收下吧。你可知道骏马昨晚歇在哪儿了？在书房。高姑娘呢？也在书房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